诗曰：天涯海角有穷时，唯有相思无尽期。残梦楼头空自忆，离愁花底问谁知。云山深锁真情恨，风雨翻成薄命词。机向林红占信后，金钱质破叹归迟。却说梅如玉、雪瑞云二小姐，自雪宫去后，就与雪夫人回苏。原来雪宫的旧宅在苏州府桃花坞中，回家住下，其要打听雪宫的消息。后闻雪莲心、刘有梅与竹凤阿入京去挽回了，心下中宽，挨过了残冬，直到岁底才有信来，知雪宫的事已见平安，方觉放心。及至春闱，忽报雪莲心中了进士，刘有梅中了探花，母女三人真喜出望外，满心欢畅，祈祷不日衣锦还乡，便可乘鸾跨凤。哪晓得过了数月，反无音信起来，不知为助何故，母女三人又不胜忧闷。雪老夫人对着二小姐道：自你父亲去后已近一年，幸天保佑无事，更喜两登科第，实为望外，但不知道今数月为何反无音信。瑞云小姐道：去一岁分妹，临别见青阳如织，今年又望绿柳成荫，因甚缘由，余尘艳杳。如玉小姐蹙住眉，无言无语，半晌才说道：云山修祖，烟水苍茫，徒令人目断长安，不知归舟何日，昔时守孝情长，今觉思亲被妾。雪夫人道：我闻银灯平梯，喜沾阴后，金钗可当，未问归期，何不寻一卜事问之。二小姐道：如此甚好，就叫朝霞在门首去看来。朝霞走出来，站立门首，不一时，其见一个乞客先生，手中摇住客桶过去。朝霞一看，其见那先生头顶方巾透脑油，海青穿袖破肩头，面皮之上多麻点，颈项旁边带引流。客桶手托长作响，招牌腰挂不虚钩，谁知外貌不堪取，富里仙，鸡神鬼愁。朝霞立在门内，远远望见他腰间挂住一个小小招牌，上面写道：礼半仙客惊鬼神，香扇麻衣。朝霞想到，这个先生一定又会相面，又会起客的了，遂叫声：起客先生，这里来。那礼半仙见有人请他，忙走过来，进了门，走到中堂坐下，朝霞就进去报与夫人。二小姐知道，二小姐就随着夫人一径在厅堂后来看她起客。礼半仙见夫人出来，便问道：夫人要起客吗？雪夫人道：正是要起客，且问先生就定居在此，还是新来到的？礼半仙道：在下到处起客，那有定居，前往绍兴山阴县去了几日，偶到这里。夫人道：可认得山阴新探花刘老爷家吗？礼半仙道：刘老爷是我大恩人。夫人却如何认得？夫人道：就是我家老爷的小婿，今日起客也是为他。礼半仙道：如此就是前任杭州府雪太守的家了。夫人道：你为何就晓得？礼半仙道：刘老爷未终时，曾在舍下住过一宿，在下前日自他家里来。刘老爷真是好人，我曾受他大恩未曾报得。昨我在街上听得有人传说他出使边庭，不知此信可确，我也要访他一个真信。夫人惊问道：为甚出使边庭起来？礼半仙道：
在下也不知何故，也是道听途说，不知可真。前日他老夫人也曾叫我起一客，看起来此信竟像真的。我今因奉他老夫人之命，一路卖卜进京访问，因此在这里经过，不期又遇了夫人。雪夫人道：如此你且与我起一客看。李半仙就将手中客桶递与朝霞，朝霞送与老夫人。夫人对着天地暗暗地齐战了一番，仍叫朝霞递还李半仙。李半仙拿在手中摇来摇去，口中念些丹丹丹折折折，内向三摇外向三摇的疑文，不多时启程一刻。李半仙道：不知夫人何用？夫人道：问归期。李半仙道：是个未记卦，未记中虚记，日下虽不能归，然终有荣归的日。但七战夫卦官爻不发动，倒是子孙文书摇动了，又临腾蛇白虎，一定还有虚惊，自身上不能归，或是阴信，或是子侄，预先有个归来了。雪夫人道：其是我老爷的归期在于何日？李半仙把手抡一抡道：今年不归，只要等坎离交际，来岁春夏之际方许归期。雪夫人道：为何要到来年？李半仙道：卦上是这般发见，连我也不知其中缘故，我齐据理直谈辩了。夫人又叫朝霞取过客桶，又倒一番递与李半仙。李半仙重排摇向，早又启程一刻，却是个够卦。李半仙道：夫人这又何用？雪夫人道：婚姻。李半仙道：够者欲也，又婚姻也，这婚姻已有根了，绝妙的一段良缘。他日夫荣妻贵，其贤木下稍有阻隔，也临腾蛇摇上，毕竟也有一件虚惊，更有一种奇妙之处，又是两重婚姻。雪夫人听了，与二小姐道：那先生起客果系是半仙了，我又不曾与他说，他又不晓得，如何便说是两重姻缘？其不知姻缘成在何日？因又问道：姻缘应在何时？李半仙又把手抡一抡道：据卦看来，也要到来岁秋间可成。李半仙起完了客，因又笑道：在下不但会起客，且经乡里似老夫人这般相貌，日后要受三封诰命，贵不可言。其事目下气色稍带阻滞，尚有一段惊忧，过了今年来春便喜从天外降，恩向日边来矣。随止住朝霞道：像这位姐姐也有些福气在面上，后有个贵人抬举例。说吧，便要告辞起身。雪夫人叫刘便饭随进来，命二小姐写了封家书，顺便寄他带去，又封了一封银子，随出堂来。李半仙才用过饭，雪夫人叫朝霞传与嘱咐道：有劳先生，家书一封复寄到京，谢一亿两，全作筹资。李半仙道：家书附带当得，筹一段不敢灵耳。再三推了几次，李半仙方才取了，竟飘然而去。正是天地有仙机，世人不能识，直到应验时方知凶与吉。却说李半仙去后，雪夫人与二小姐因闻差出使边庭的话，心上又添了一段忧疑，遂叫家人往外边打探，并到报房看报何如。未知家人去后何如，且听下回分解。